明是讨厌你，怎么会动了心？我身不由己，慢慢向你靠近，这莫名其妙的空气和呼吸，让人珍惜。这晚的爱意，怎么就怎么就被你放入了心？就这样不经意，没道理爱上你。像是一场闹剧，好天气忽然下起暴风雨、怎有太多太多不可思议，比如爱上你爱你，明明是讨厌你，怎么会动了心？我身不由己，慢慢向你靠近，这莫名其妙的空气沈初应该在这儿了，得跟他谈谈。溺水了！我游泳技术也不行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来救你了！你在干嘛？救你啊！你不是溺水吗？谁让你躺在水里一动动的？我学医的，本能反应就是救人。所以你在干嘛？困了，休息一会儿。躺在水里睡觉？这人什么人体性的？看起来不好惹啊！有个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。没兴趣？不行，必须有兴趣。我俩闹出一点绯闻，为了避免不必要尴尬和麻烦，我觉得咱是不是可以一起澄清呀？没空。那天挡了你的路是我的不对，我再次给你道歉，医药费我可以承担的，我还能给你做甜品。但如果你因此不澄清的话，对我也很不公平。谣言止于智者，我不想多做任何解释。解释就说不清楚。你就当同情一下弱者，就解释一句也行。你不知道学校的贴吧都说我在追你，我寝室门都被人堵了，再这样下去我怎么在学校混呢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昨天自己说的你要追我。我那是酒后失态，胡说八道的。你不会真以为我喜欢你吧？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可能。你不会以为我在欲擒故纵？我真不喜欢你。你还不信？不信你闻闻。我今天来见你头都没洗，你看看，来见你妆都没化，我怎么可能喜欢你？
你不信，摸摸我满头的头油。你不是不喜欢我吗？你再动手动脚，我就要报警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你那两块肌肉长得还不错。我什么险？又是我家，我怕什么？来干嘛？给社员们送点水果。你们家水果店是网上评分最高的。你好端端的，去送人家水果？我正在带入友善模式。我的社会实践科目有点问题，助教说让我练习友善。你挂科了？不算挂科。那你多少？59。你挂的是社会实践的课。那你来上我们临床系的课干嘛？我正在考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研究生方向，课题是人工智能人体动作识别，需要研究人工智能人体结构神经系统的关联性，想补充一些相关知识。要不您去临床系二班上课，他们班学生质量比我们高，适合你。临床系二班成绩最好是安嘉先。今天什么日子啊？学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看见婉婉了吗？这里是她家。婉婉，我到处找你，我想请你吃个饭。那天在餐厅里，是我不对。我丢下你先走了，给你道歉。那天多亏了你劝我，我已经跟梁夏和好了。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好好就行。你也不用跟我道歉，我们什么关系？你和梁夏的饭局。陌生人。我去。那倒也行。反正夏已经在餐厅订好位置了。很好。不行不行，那天在卫生间喝醉的胡言乱语他肯定听到了，说出去怎么办？等等，我也去。好，知道了。学长，谢谢你。你先回去吧。穿着点护肚子。你也注意安全。谢谢你，别闹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你带着光来临。你干嘛？不喜欢就不要看，回家。你放我下来。两颗心的初遇，哦哦哦哦耶。你带着光来临。起步。它洒了用力和雨滴，反复看遍天空风景，期待在也许咫尺距离，你心间的回忆，止不住想探寻。轻轻按下了那些雨的暂停，也许就错过了花期。年少乍见的光晕，是不是冥冥不定，再没有人能比你住在闪耀的流星，定格在你的眼睛。嘘，
学长，谢谢你。刘婉婉，你一个女生怎么这么丑？我可比你刚凌晨过了，放我下！哎哎，该放我下了。放心吧，基于飞蚊消除计划书第二条双方避嫌原则，我绘制一张校园安全地图，上面标注了安全场所和时间，以后我们就能在正确的携带符合场景的道具是秘密接头的基本素质，希望你下次也可以严格遵守。收到，是我大意了。资料给你，按你的要求选的，长得帅，成绩好，正好二十个。怎么还有鸟？黄玉阳，你再看看我那一页，不是让你选我，我辛苦列出来，你至少再看看我奖项。就他吧。嗯？什么？就他。接下来我该怎么做？学长，你人这么好，不忍心看到我孤军奋战吧？你这么聪明，稍微指点我一下。这一道王宇阳指日可待。这样就此说好了，你帮我追他。行吧。觉得不太高兴了。你这收拾的还不错嘛。你眼睛怎么红了？哦，可能是眼影不多了。怎么样，好看吧？好看。哎，我新学了什么妖花秘籍，只要五招就能轻松拿下。
先摸你看看。我脸上好像有东西，能帮我擦擦吗？的衣服怎么了？我来吧。你渴吗？我这儿有饮料。嗯。这儿有蜜桃和橙汁，你要哪个？蜜桃吧。嗯。哦，好像拿错了。换一下吧。等一下，那边是我喝过的，不要碰的了，碰到那就是前妻接吻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到了这一步，男生肯定忍不住亲我了。窗户纸终究要破，我和王宇阳原地成亲。烂透了。怎么会呢？我刚做那些一招都不行吗？点击率还挺高的，我还自己练了好几次呢。铜箔窗户纸是可能的了，他捅死你还差不多。送你回宿舍。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在图书馆当然是看书啊。走吧。不知不觉停在这最游走的世上，不知不觉收藏你我内心的笑颜，不知不觉紧握着触碰一起的指尖，不知不觉贴近你两颗心能够多远，爱让心跳颤栗，共享这一刻所有感觉，
你经常吃的药是什么？我现在给你买。我一般不吃药，医生说是浅表性胃炎，不用吃药，吃点养胃的就行。比如豆浆。我之前有瞬间觉得汪玉阳很像阿仙，现在觉得完全不像。我干嘛跟你说这个？前面就是食堂，人多，不在安全地图范围之内。你先走吧，我歇会儿。我帮你回到女生宿舍，还有，今晚不用做甜品了，不着急。骨头完好，没有错位或者骨裂的迹象，伤口清洗过，只是轻微的擦伤。从出血量来看，没有伤到真皮层，去医疗点简单包扎一下就好了。王哥，你还好吧？是我们工作的疏忽，场地没有检查完全。卢弯弯还能走吧？哎呀，我还行，不痛的。网哥，你真爷们儿。还是有点疼。那你要不要喝点水？回点血，回点蓝。啊，我不渴。这也不是一个游戏体系啊。要不麻烦你送我去医务室吧，我受伤了，他需要有人陪他。那比赛怎么办？我们一个队，那岂不是全军覆没？算了，还是麻烦你和翻译过去吧，没什么问题的。王哥，你真是条汉子，那我去比赛了。哎，方阳，你和王哥是搭档，你不会要抛下搭档不管吧？我来。你带着光来临。两颗心的初遇，哦哦哦哦耶，你带着不来你三个用力和你俩又不一队的，你不比赛了。我已经淘汰了。哎，你放我下来，我能走。别动。出自闪耀的流星，定格在你的眼睛。我忽然找到心的指引，生命中悄然遍布。太感人了，我一定会带着再胜利回来啊！动作很专业嘛。来之前学的急救知识。不愧是运动员，自我保护意识强。我不是担心我自己，而是担心某些愚蠢的队友。你说的不会是我吧？会有一点疼，忍不住的话可以叫出来。你在关心我？哎，要不要我帮你吹吹？不用，我自己能考。我随口一说。豆浆？来之前给自己准备的。挺好喝。学长，你这个人有点奇怪。
神神秘秘的，有时候又很贴心。我难过的时候总能看到你，然后我就叫什么，明是讨厌你，怎么会都安心，我身不由己，慢慢向你靠近，这莫名其妙的空气和呼吸让人窒息，升温的爱意怎么就怎么就被你放出了心，就这样不经意没道理爱上你。你脸红什么？这生活像是一场闹剧，太热了。我先。总有太多太多不可思议，比如我想你，爱你，明明是讨厌你，怎么会懂？那第二种，因为第二种是，不再抗拒，像傻瓜一样接受这种求而不得。于是机会让人窒息，升温的爱意怎么就怎么就被你放住了心。请出去，说好不见面的。静脉穿刺志愿者招募是这里吧？干嘛来嘲讽我？我来做志愿者。不用你吧？你搞错了，我只是想了解静脉穿刺，我研究生阶段的课题是人体结构与人工智能的结合。真的？你不是说你想搞好专业课吗？明明就我一个志愿者，你为什么还要拒绝？是不想练习吗？好吧，紧张？不紧张，我是专业的。我是运动员体质，痛感很弱，不然不会来当志愿者。你可以大胆一些。啊！对不起。没关系。不疼。这样都不疼，真是天赋异禀，骨骼清洁。罗婉，你什么都不要想，胆大心细，把扎针当作考试，故事你已经知道了，代入就行了。再来一次，你可以的。
确定？这次已经很好了，下次一定行。这么多人，饼干不够啊。得找人去加钱。人畜，饼干来了。啊，同学你找我？我不好意思，我认错人了。谁让你偷衣服的？乱看十二不厌。干嘛？那几个男的有那么好看吗？嗯，好不好看是其次，主要是我爱科学。最近我在研究人体肌肉，职业病没办法。有两个男的，腹肌肉还不错。就我的更标准，不好吧？光看是不是还不够？试试手感，怎么样？我的腹部肌肉还可以吧？以后想看直接找我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你的饼干按照要求做的。无糖，口感好。谢谢。哎，你们游泳社的人真多呀！外校的来看场地，周五要比赛。你要不要也来看比赛？我没兴趣。那好吧。罗婉，我送你出去。他们在干嘛？他们害羞，保护一下。运动员会害羞？好了，安全。人畜，有事。300块钱饼钱。学长，你来平大是为了保研的事吗？是。终于决定了。什么叫终于决定了？你希望我早点决定吗？你们这一届的不应该都希望吗？反正你这种学霸是不会理解学渣才新入学的痛苦的。你一直犹豫不定，教授就会一直给你留名额，比你成绩差的人就很可能考不上。我已经决定了，不会浪费名额。骄傲的学霸终于能体会到普通学渣的艰辛了。不过你早点去平台考试。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去平大？
我用脚趾头想都知道。平大有个计算机方向的教授，全国闻名。就像，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，最好的学生就值得最好的老师。你的脚趾头真智能。能不能让他去副驾坐？我得扶着他，万一摔骨折了呢？有安全带。万一勒骨折了呢？我包里有衣服，给他穿上就不会骨折了。你干嘛非要让他去前面坐啊？他又没来整你什么事儿。那你能不能把他的手从我的大腿上拿开？你不会有生理反应吧？卢婉婉，不是换个地方看书吗？怎么来影院了？劳逸结合，你已经看了一上午书了，再看下去脑子成浆糊了。没字幕哎，我特意选的无字幕，你仔细听，练练口语。不说劳逸结合吗？我仔细想了想，你说没错，还是要以学习为主。没必要吧？还藏电池？我是那种不思进取、不学无术的人吗？太看不起我了！不就一部无字幕电影吗？我英语还是可以的。那就仔细看，交叉学习效果很好。第一学生专业课内容很多，期末考试压力很大。像英语这种基础课程，平时看看电影就可以了。看电影就可以了？学霸都这么学习的？终于看完了。看完有什么感想？马特达蒙好帅。还有呢？土豆不好种。想什么？男主是如何与地球取得联系的？飞船上的女船长又是如何说服大家回去接男主的？还有，男主种植土豆记录的数据，等会儿重复一遍。你在说什么？循环两遍播放，带着问题看，仔细一点。不是吧？我看电影还带着问题看？我想说的是，如果你有一颗健康的心脏，那你适合。停！对不起，学长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我现在回宿舍洗把脸，回去联系。那你适合做一名学霸的女朋友。
遇到什么问题了吗？你嗓子发炎了吗？声音好诡异啊！海燕要不要？不用，中午吃咸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有没有事？没事，我头铁，我就怕把你给撞坏了。你这么聪明的脑子，我可赔不起。这是什么？没什么。你要转系？我就看看。我在上面看到了你的名字。你为什么要放弃临床？眼神挺好啊。你不懂。我的确不懂。你明明那么努力，为什么还放弃？学霸不可能懂得学渣的苦。你干什么都在行，我呢？我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剩。怎么会有放弃的资格？是我放弃了。我也有不会的地方，我也有不如你的地方。别跟我开玩笑了，我今天心情不好。我没开玩笑。说说看。您老人家还是别拿放大镜找您身上的虱子了，您这从头到尾就写着无懈可击。我不会做甜品，你教我做甜品。这是什么呀？我都没吃过。这个看上去像一堆泡沫，其实是用分子料理做出来的巧克力冰淇淋蛋糕。分子料理？什么东西啊？分子料理是用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的方式打破和重组食物。你看到的并非是所吃的，就像你一样。就像我一样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啊？不对啊，我脑子里装的都是水。我已经很努力了，但我就是学不会。我知道，学不会不是理由，努力了也不是借口。卢婉婉，别哭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卢婉婉，让我做你的。私人辅导员吧，让我陪着你，陪着你一起努力。为什么呀？你不叫我蠢吗？我们国庆补了七天的课，我才考了69分。我对不起你，我玷污你了。没有，卢婉婉，你很聪明。现在是我需要你的帮助。让你风风光光地离开临床界，这是我的新课题。现在，请你帮助我，可以吗？真的吗？来来，过。送回去吧。昨晚睡好吗？昨晚上你睡得好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抱歉。哎，卢，你干嘛？我在吸收日月精华。冷，把袜子穿上。哎，你不懂，你的身体跟地面充分接触，才能更好的吸收日月精华。地上冷，我们先把袜子穿上，好不好？乖。这个人怎
我进步呢？好了。你怎么不脱呢？来，我们一起，快脱掉吧。罗婉，别闹别闹，罗婉别闹，罗婉，脱掉嘛。原来是来甜品店。你想吃甜品，跟我说，我帮你做，就当我赔罪了。不是吃甜品。我那套设备太旧了，温度都不准。这个好。所以要明白，主厨挑战赛。你忘了昨天在操场口说了什么？我又说什么了？你别提醒我，下次出门不带嘴了。你的问题不是技术博弈，而是心理素质太差。医学，人命关天，不能轻易拿试手。但烘焙可以，而且从长项入手，更容易建立自信。你根本就不懂，我会因为紧张搞砸比赛的。要是比赛搞砸了，我很可能会对烘焙产生心理阴影。放心，我会帮你。我昨天说了，要做你私人辅导员，帮你通过考试，体面的离开临床系。而心理素质，就是你要迈出的第一步。我说这个。嗯。还好。我一直想问，我们不是在操场吃冰淇淋吗？怎么突然跑到教室了？是你要去的教室。然后你开始脱袜子，然后你别了，我报名。报名表呢？晚一秒我都会后悔的。再过20分钟，我肯定能做啊！我的巧克力还没完全冷却呢。你经营了。这冰淇淋没酒味儿啊，你喝多了。你不觉得今天的你很不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如果是以前，你会因为迟到而慌乱，但今天完全没有，反而动作迅敏，有条不紊。今天我看到了一个心强大的卢婉婉。我光顾着做蛋糕，没有注意别人说什么。全神贯注的你是听不到外界声音的。你这么说，我是进步了。嗯。我真进步了。来，庆祝一下，为了我的进步。好吃吧？嗯，好吃。我都说了，我在吃的上面有天赋。我都已经到寝室了，你有东西刚刚不给我。我到一楼了。林初，这烤箱怎么回事？比赛奖励，这是应得的。我比赛输了呀，甜品店怎么可能？我觉得你赢了比赛，所以用奖学金给你买了，送给你。行，太过了，退了吧。是我强迫你参加比赛，也是我害你迟到，我该对这件事负责。学长，有些事儿想让你配合一下。什么事？做个体检。
以牵我手吗？有些事情想要确认一下，请你帮个忙。牵手？难道他要向我表白了？比我想象的解决步骤少，不过我已经准备好听答案。好。成人正常每分钟的心跳在70到80次，当成人心率达到每分钟100到160次时，称为窦性心动过速，常见于运动、饮酒、饮浓茶后，或是因某个人、某件事而产生了难以控制的兴奋与悸动。大脑可以骗我，但听诊器不会。喜欢又或是不喜欢，我自己来诊断。3、2、1。我这是在干嘛？就算喜欢了又能怎样？再暗恋5年，连安嘉贤这种小学霸我都搞不定，干嘛非得把自己弄得头破血流？弯弯，你头铁啊？我突然想起这仪器有问题，我没事了。谢谢学长，学长再见。恭喜你啊。谢。要不是你那条消息发得及时，我很可能旧病复发，交代在台上了。为什么把我的号码给关爱？陆婉婉，未经过我的允许私自把我的号码泄露给其他人，这是不尊重我的做法。你说什么呢？以你俩的关系，这号码用得着我来给吗？关爱学姐挺好的呀，人长得漂亮，脾气又好，我要是男的我也喜欢她，你就大方承认吧，没什么好丢人的。承认什么？还是你希望我去喜欢她？你喜欢谁是你的私事，跟我没关系。我不愿意喜欢朋友喜欢的人，也不会再暗恋任何人。再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，倒不如成人之美。不，我不喜欢人畜。我去洗把脸。我有事要去烘焙社一趟，你帮我看着书，我晚点过来拿。那天在图书馆，我等你到 B 馆，你为什么没来？我那天突然有事儿。谢谢你过来给我送书。你是故意让我辅导关爱吧？你们俩是我朋友，要是在一起了，我会为你们祝福的。祝福？你怎么会是祝福？你对我就没有点别的想法？想法有啊，你是我的私人辅导员，谢谢你为我辅导功课。对了，我晚上有散伙饭，你要不要一起来？散伙？我做了什么你就要给我散伙？考完试就翻脸不认人是吧？谁翻脸不认人了？我要转系这事之前跟你说过呀，地址我发你。我不去。你爱来不来？让一让。
你不是说你不来吗？应错了。别怕，是我。瓜哥，我先带你出去，这里太混乱了。瓜哥，你在哪儿？是我骨子被扭掉了。为什么不直接分手？男女授受不亲，被爸妈看到了不太好。这生活像是一刹那，好天气忽然下起把风雨啊，总有太多太多不可思议，比如爱上你。就这样牵着。你这是在露骨吗？忍不住了，算了，原谅你了。问你个问题，我们算朋友吗？既然是朋友，就不会随便生气，就像你和顾乔一样，不会因为一点小事而不理对方。所以，我们要定一个朋友之间的约定。需要签协议吗？我没你那么幼稚。答应我，以后我们两个之间不准再有欺骗。我承认，我是故意发消息给你，我是想让你和关爱多相处一会儿。以后不要做这种蠢事，就像是做实验。现在阿尔法和贝塔实验结果都还没出来，怎么还能加入别的变量？谈恋爱会影响你做实验啊。好，错了。散伙的事也不准再提。散伙这个事情还是值得提一提，我决定要转性。你不是刚在比赛中获得名次吗？一切都趋于变好，好不容易走到现在，你就要中途放弃？我不想因为挂科而不得不转系，我要体体面面的离开，这专业不适合我，就该当断则断，免得以后产生更多感情，到最后头破血流的。我不同意你的观点，如果是我，哪怕头破血流我也会争取，不管是专业还是人。既然已经做了选择，就不能随便放弃。你连自己的专业都那么容易放弃，不是我的东西何必强求啊。我不支持你，别的专业不一定适合你，不是肯定不适合你，就像有的人一样，他也会就想试试看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。怎么这么看不起我啊？没出息，随便你。你凶什么凶？换不换这是我自己的事儿。干嘛要动手？暖手，爪子冻得跟冰棍似的。你才爪子呢！对不起，那天是我态度不好。但我要跟你解释一下，我可不是那种跟学霸做朋友就是来学英语的人。你吃了这个芒果蛋糕就原谅我可以吗？你在和我道歉？
就是我的错。之前我一直犹豫不决转系的事儿，现在已经决定了，多亏了你。没有你的辅导，我期末考试很可能就挂了，到时候不转系也得转系。听了你的话，给我不少启发。那某人说散伙，也不作数了吧？你这个人怎么还记仇呢？当然不散伙了，还要请你多多指教。牵引绳？你也去领了这个？我以为你不会玩这么幼稚的东西。有什么任务是非俩人绑一起才能完成的？是挺幼稚的。那天，对不起。你道什么歉？不管怎么样，是我态度不好，我也不该凶你，更不该将我意愿强加在你的身上。马上就要放假了，怕你无聊，我要送你一只宠物。你不会照顾没关系，我可以跟你一起照顾。我们一起做宠物的监护人。是什么呀？狗狗？小猫？最好别是兔子。虽然我很喜欢兔子，但是我们学医的可能会条件反射看见它想。你送一只王吧。嗯，是名乌龟，行吗？啊，喜欢。就是蛮特别的，第一次有人送我乌龟。乌龟长寿，这样我和你监护人的时间可以长一点，久一点。可不是嘛，照顾好了，但谁先走都不一定呢。我会好好照顾他的，以后我们关系就更近了。你来干什么？不是找人家先赔礼道歉？我这不是先找另一个监护人赔礼道歉吗？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我俩总拌嘴。拌嘴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关系的。下雨了，我们快走吧。明知讨厌你，怎么摆脱心？我什么要紧？再不走，就在这回面了。这莫名其妙的靠近，和呼吸，让人窒息。升温的爱意，这样不经意，没道理爱上你。这不行，你后脑勺还没擦呢，后脑勺没头发。你不是不喜欢我吗？怎么还这么关心我？那天你听到了，我本来就不喜欢你，怕被别人误会。没关系，你之前不也说你不喜欢临床系，最后不是还选择临床系？看，擦干了。那我走了。等等，罗丸，你怎么回学校了？是什么东西忘拿了吗？啊，我过来锻炼的。你呢？去买麦片，学校超市关门了。麦片？过年你就吃麦片？您老实告诉我，是不是没生活费了？我刚发奖学金。那你别吃麦片了，来我家过年吃年夜饭吧。你一个人在学校很无聊的。你家？嗯。
是我妈妈让我邀请你来家里吃年夜饭的。以前我也邀请我朋友来家里吃年夜饭，你也是我朋友嘛，所以你来我家吃年夜饭吧。好。就这么决定了，我先走了。注意安全。嗯，叔叔阿姨好，我任初，卢婉婉的同学。任初，阿姨记得你，总算把你给盼来了。大过年的，别一个人在学校。哎，对对对，来来来，进屋进屋。谢谢叔叔阿姨。哎，咱们合个影吧。嗯，难得穿这件衣服。哎，哦对对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来快来。来，过来点。三二一，啊！下雪了，真的下雪了。别着凉了。谢谢。你在干嘛？找信号啊。哎，有了。什么手速这么快，一毛都没有。我给你发。我不要，发的没意思，瞧才有意思。没事，抢到了，抢到了，抢到了，200块，好大的红包啊！不是任初，你给我打电话就是为了阻我抢红包吧？不是，这是人干的事儿。新年快乐！我啊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我跟翻译说的。我跟你说的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听诊器。啊，我刚刚准备给我妈妈测心率。这个怎么用啊？啊，这个很简单，这个是双面听诊器，这个放在耳朵上，胸键放胸口。人在紧张的时候心率加速，所以有时候可以用来测谎。但是冬天的时候听诊器太凉会刺激到病人，所以得捂热才行。我来吧。大脑可以骗我，但听诊器不会。喜欢或是不喜欢，我自己来断。我真的藏不住。婉婉，我走了。任初，怎么？能不能，请你帮我的男朋友？我刚说了什么猪话？他是不是在考虑怎么拒绝我？要死了，不慌，要冷静，控制住心跳。那个，我不是那意思，你别紧张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还记得我要去参加同学会吗？
所以呢？所以他们都是成双成对的，而且今年梁夏和安佳佳，所以一日情侣体验卡了解一下。一日啊，就一日陪我参加同学会，假扮我男朋友，能不能拜托你一下？好。你们好，我是老板的男朋友任初。冷不冷？我不冷。手都是冰的，还不承认？嘴硬。好温暖。原来做他女朋友是这种感觉，被照顾，被小心翼翼的牵着。被他放在心里。如果一日情侣体验卡可以续费，该有多好！谢谢你今天来帮忙，幸亏你来了，不然我该多尴尬。坏了，钥匙没带。爸妈去亲戚家了，家门窗都关着，想翻窗也翻不了了。现在这个点，学校关门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是不是也没地方去了？任初，你身份证带了吗？第一次。嗯。紧张？有点。别怕，我有经验。要不我们还是去酒店吧。酒店多呀，这儿多划算，70块两个人包夜，还有这么多零食可以吃。你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还行，胳膊有点疼，脖子酸。是吗？我以为会睡得很舒服呢，毕竟这呼声这么大。不可能，我睡觉从来不打呼噜。你睡着了怎么知道自己打不打呼噜？你半夜不睡觉盯着我干嘛？谢谢你假装男朋友，我到家了。等我一下。你好，三个油条，三杯豆浆。好嘞，谢谢。给你。我这个假期还能见到你吗？我是说，如果我有不会的听力题，我随时问我。卢婉婉，你问的什么破问题啊？想约的就直接说嘛。嗯，我先走了。要不要主动约他？怎么约他出来？那个，你先说。寒假时间太长了，待在家没事干。你实验室忙吗？还好，不是很忙。
你寒假想做的事情都做了吗？也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，就是。就是什么？就是寒假时间太长了，在家太闷了，我想出去玩。顾乔又在，我和梁夏的关系又，不知道找谁去玩。我有空。你想去海洋馆研究海洋生物吗？但我不太懂。我教你啊。我一回头就看不见你，我怕你回去了，所以出来找你。我看你和小汪玩得挺好的。汪宇阳不是我遇出来的，是他被朋友放鸽子了，我们是在门口碰见了。这样啊？我其实一早就想跟你解释，但是没机会。你不会不高兴吧？一开始有点吃惊，但现在没事了，我不生气。那就好。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暗恋吧，不计得失，不论结果，只朝着心所在的方向前进。就算输了也不怕，因为他值得。你也要参加辩论赛啊？当然了，这辩题就是为人主量身定做的，对吧？你要参加？嗯，我也不是很想参加，但班里同学都让我去。刚刚那辩题我选正方。我也选正方。啊，这勺子我用过了，你再用，那就是间接接吻。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学习还顺利吗？嗯，挺忙的，又要准备辩论赛，去医院预见习的名额也下来了，明天就要去医院报到，还要准备追你。很优秀嘛，卢爸爸。恭喜你。你怎么来了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结束，担心你晚上回宿舍不安全，我就在医院大厅做了通宵的晚自习。通宵？嗯。他这是在关心我？难道他也偷偷的喜欢我？可他喜欢我什么呢？卢婉婉，你今天难道他突然觉得我很好看？你的眼睛有黑眼圈了，还有眼袋，还有……你别看，我看到名单了，如果你不想打的话，我可以退赛。但我对辩论赛也没多大兴趣。不行，你准备这么久了，退赛是学霸的风格。这么短的时间里，你能准备好反方的辩论稿吗？需要我帮你吗？还有两天呢，好在之前的准备工作都用得上，就是论点得重新想。你放心，我是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。我很期待。任初学长这么懂谈恋爱，该不会是有经验吧？对，我有喜欢的人，而且他就在这里。
确定吗？不知不觉收藏了，喜欢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，不是公式，也没人设定，不是靠你演算推理就能得出结果的。就像人工智能，人工智能是在人类想象中发明的，但是爱情是远远超出人类想象的。你确定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？不确定，我知道。韩家县长说什么了？也没什么，就是以前那些事儿。找我求证是不是喜欢过他，想想道歉。你怎么说？以前喜欢过，早就不喜欢了。我现在有喜欢的人了。你今天约我干什么？没什么。就算你不约我，我也会约你。我做了一份实验报告，今天晚上会有狮子座游星雨，要不要一起去天台观测观测？真的吗？游星雨？那你是要做什么实验吗？那你要约我这个学渣一起去？你确定？我很确定，所以你有没有空？有空有空，当然有空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他干嘛一直牵着我的手又不说话？他刚刚说我也当时也喜欢我，可现在怎么不说了？你在想什么？在想你怎么这么蠢。卢婉婉，你怎么这么傻？别人打我一下是没事，你怎么用自己的手去挡呢？你手上是要我手术刀的，这事儿能开玩笑吗？哦，你在说这个事儿？我当时没多想。卢万万，你是傻子吗？不要总想着先保护别人行不行？哪有这么多万一？不许再顶嘴。孟婉，以后再有这种事情发生，不许再上去冒险，为谁都不可以。手伸出来，我要不要问他，他也什么了？可
和他是不是还在生气啊？但如果不问，我得猜到什么时候啊？你刚刚说你喜欢我。啊。哦。你怎么想？他为了保护我，把自己弄伤了。我怎么能就在一个小便利店随随便便的跟他表白？连束花都没有，太没有仪式感了。明天我有场400米的游泳比赛，赢了我就告诉你，这是你欠我的，你一定要来。那万一输了，你还会跟我说吗？为什么不现在告诉我？干什么？不是说好了要公平竞争的吗？对，所以我来了，来竞争他。凡事要讲究个先来后到吧。我话还没说完呢。那你得等等了，是我先跟他表白的，先来后到。你要说的话等我说完再说。婉婉，你也等一下，刚才关爱和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。你送花给他，他喜欢你，愿意做你女朋友，恭喜了。但我们的事情还没解决，我跟你表白了，你的回答呢？就算你喜欢关爱，也要先拒绝掉我才行。是你说的，游泳比赛结束之后就给我答案的。答案我已经知道了，你要拒绝我，但我来这里不是来听 no 或者 yes 的，我想要理由。我对你的表白是很真心的，所以我希望你拒绝我的理由也是真心的，不是敷衍，也不是玩弄。好了，你说吧。说完了。你笑什么？我很可笑吗？很可爱。拿着。你这么可爱，又收了我的花，怎么舍得拒绝你呢？你的小脑袋瓜里每天到底在想什么呢？那里面装的真的是水吗？可刚刚关爱明明说理由我没有，喜欢一个人需要什么理由？但问题我倒有一个，卢婉婉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以后不要叫我学长了，得说我男朋友，魅力真大。我呢？学长教习惯了，突然改口不太习惯。我们有的是时间，今天我和关爱说清楚了，我和他没有除了校友之外的任何关系。如果不是你，我都不知道他叫关爱。我再确认一下，我们俩是真的在一起了。我
没做梦吧？今天除了那束花，我还给你准备了别的东西。这个是我的三好学生，这个是我参加各种比赛获奖证书，这个是我大一时候申请的专利证书，这个流水单是我得过的奖学金，这个是我的学分和一年来的考试成绩。我不回答我的问题，给我看这干嘛？罗婉，我成绩算好吗？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我长得帅吗？我成绩好，长得帅，是你最合适的人选，是你唯一的标准答案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真的真的在一起了。你这小脑袋瓜就不要再胡乱想了。我记住了。那初次恋爱，请我指教。这个是给你的巧克力，是一个本本。跑，我的菜。需要帮忙吗？小场。小场面。油焖笋就是这么多的。水烧干了。啊！其实吧，我做的是油焖笋，油焖菜就是你做的。没事儿，别动。还好烫的不严重，冲冲就跑了。爸，别哭。谁哭了？如果实在疼的话，你掐着我，你忍着，哭鼻子也是可以的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就是人初的女朋友。你们俩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我很久之前就喜欢她了，最近才确定关系。那你喜欢我们婉婉什么呢？我喜欢他的一切，具体是什么，我也说不上来。小伙子，从今以后你就辛苦了。It's liberty。 我喜欢你。Je t'aime。 我喜欢你。Tommy Ingrogiat。 我喜欢你。原来你去图书馆查字典就是为了这个呀。翻译说我们两个做朋友太久了，不够浪漫，我就想着给你做点浪漫的事情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喜欢，超级喜欢学霸的浪漫。你中文写的什么？
笑什么？我超甜的，这不是你画风啊，怎么会说这个？所以新鲜了。新鲜。想要甜吗？爱迪生的一句话，你跟我在一起却在想爱迪生。爱迪生说过，天才是1%的灵感加上99%的汗水，而谈恋爱是1%的技巧加上99%的真心。就算我技巧学得晚了一些，也不影响我对你的99%的真心。这是我听过最甜最浪漫的情话了。你怎么来了？男朋友守则一，等你下课。给我。什么？男朋友守则二，帮你背包。想吃什么？男朋友守则三，要娶女朋友吃什么都可以。男朋友守则三，听女朋友的话。今儿我请客，我的卡随便刷。明天我去约会吧。自从我俩开始谈恋爱，好像都没好好约会过。紧张了？我们的第一次正式约会。我没紧张，没吃猪肉，还见过猪跑啊。明天约会我来安排。好。怎么还带了认路啊？告白仪式他不在，第一次约会肯定要带上他，不然他长大之后是会怪我的。一家人就得整整齐齐，一个都不能少。一家人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要跟我盖章啊？我是迫不及待了。好，那咱们现在去哪？第一次约会必不可少的就是电影院，就去咱们都去过的那家，有共同回忆。又要看《火星救援》，学英语。又不是非得看外语片，这次遥控器在我手上，你就期待吧。看你皱着眉不想回答的样子，你是不是不喜欢密室逃脱？既然不喜欢，为什么要定做约会的地点？我以为你喜欢。之前总是你为我做很多事情，我也想当次霸总，宠宠你。宠我？霸道总裁不都这样吗？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想做的事儿，然后我就在旁边看着你微微一笑。霸总太难当了。其实我已经感受到你宠爱了，只要你开心，你就是在宠我。那你愿不愿意再宠我一次？当然。想干嘛？做你喜欢做的事情。我跟你说一件事情，你不准生气。什么事儿？实验室组织去外校交流，要一个月才能回来。那我去找你。在外地。对不起。什么对不起？又不是你的错。难怪你给我做蛋糕。我还给你准备了别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异地恋保证书。异地恋期间，你有任何要求提出来，我保证遵守。
那我可提了，你要记好。不签字啊，我画押。明明是讨厌你，怎么会动了心？我身不由己，慢慢向你靠近。我不在的时候要多吃饭。我直播给你看，每天都要跟我打电话，每天都要跟我视频，好吗？可以吗？我不会打扰到你吧？我就喜欢被你打扰。秋阳少女在干嘛？我也是，给你看个东西。嗯，好，你看看。这个是我们研究的 AI， 名字叫小伙，它是陪伴型机器人，可以陪你聊天，可以帮你解决烦恼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呀，我在听呢。嫉妒我们的合约吗？不开心要告诉对方。再找不到人，就要困大吉了。跟我回去，一定能帮你保住烘焙手。其实，我在想，要不要干关掉它。一开始，我确实是当成兴趣的，但现在想想，它就是占用了我太多的学习时间。你都不知道，今天张老师问我。我毕业之后想从事什么医学方向，我都回答不上来，甚至想都没想过。可见我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呢。你动手能力强都是从烘焙手艺中培养出来的，这不是简单的优点，你也要看到这一点。嗯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我会想明白的，不能什么事儿都依赖你吧。 Surprise！ 你怎么来了？我想你了。你想我吗？你先下来，让我看看你。不，你先回答我问题。罗，我很想你，我超级想你。你给我的巧克力，我每天都在吃。教授好。好。现在的年轻人，年轻人的恋爱让人羡慕。被明老师看到了。啊，他们会不会对你有意见？这大庭广众之下，大庭广众之下什么？炫耀自己有女朋友。你叫什么？婉婉，你真是个人才。真的没事吗？没事儿，教授他很和蔼的。你坐火车来的，累不累？不累。我突然过来。会不会影响到你啊？你要是有事儿，你先忙。没事儿，我先带你去休息。晚上呢，跟师兄师姐们一起吃饭。嗯，好。有没有看见金色的圆形？像是一个光环。有哎，那是什么星星啊？那是土星环，是太阳系里最亮的一种光环。真的能看土星环？太神奇了，太美妙了。不过，你怎么突然想带我来看星星啊？因为我想像土星环一样，一直围绕在你身边，一直守护着你。喜欢吗？喜欢。人初，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学业完成了？没有，最近不是很忙，今天的工作在火车上完成了，想见你。帮我把口罩摘下来。Thank you.
多祸首生啊，你跑了不少地方吧？没有，就在附近转了转。谢谢。不客气，希望女朋友喜欢。老人鞋怎么想到的？还真挺舒服的。我自己去试的，自己也买了一双，穿了一天都不累。还好有你在，我都不知道你做了这些。我说过，我会像土心环一样守护着你，哪怕你不在我身边。现在能和我说说最近出什么事了吧？今天我来医院迟到了，正好碰上老师巡房的时候讲病人病历，但是我没听到。然后病人家属来问我，我一问三不知，被训了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是病人家属太敏感了。但的确是因为我迟到了，不然就算是一葫芦画瓢我也能说说大概来。怎么迟到了？是工作太累了吗？是为了迁就我时间。不管你的事儿，是我自想调时间的。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，做了自己能力以外的事情，所以把事情搞砸了。婉婉，以后有任何不开心的事情都和我说，我来替你分担。我们是可以坦诚相待的，没必要牺牲自己的时间来配合我，我可以配合你。你说的对，两个人在一起要多沟通，要互相隐瞒，也不要一味的迁就和迎合对方。我想问你，我们俩会在一起很久的对吧？当然，我想一直和你在一起。那工作和恋爱都是我的常态，医院的工作总是忙碌的，你搞科研也是。我希望我们俩能适应这种忙碌的状态，而不是只是想着迎合对方的时间。我不想我们俩其中任何一个人发生今天这种自顾不暇的情况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个五一可能都见不到面了？虽然我也很想你，不能见面我也觉得很遗憾。我希望你能理解好吗？这次不能见面我也觉得很可惜，但我支持你的想法。我们在一起本来就是为了让彼此更加开心，而不施加压力。这次五一我会好好在这里工作，你自己也好好安排自己的时间，别太辛苦。婉，你今天很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了？就是一瞬间感觉好像长大了。婉婉，我其实不想让你那么快长大，因为你有我，我可以一直守护着你。我也可以守护你啊。如果你有很累很辛苦的事情一定要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分担，哪怕我不能立马在你身边，我也可以关心你，陪着你。我知道我们家婉婉能独当一面了，但是我不想让你有孤单的感觉。打工。我还以为婉婉长大了呢，没想到还像个小朋友一样。我在外面没人撑腰，当然要做大人了。现在你回来了还不让我做小孩？那这叫什么？狐假虎威。狐假虎威可是要受惩罚的。什么惩罚？帮我下来，救命啊！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出现，谢谢你亲手给我磨豆浆，谢谢你的我的喜好，谢谢你的一切。那我也得谢谢你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等你遇见结束我们就去旅游，恋爱变现。
我小时候其实最讨厌就是机场。我父母经常去外巡回演讲，总是在机场分别。出。不会这么巧，遇到你爸妈了吧？要是遇到了呢？爸妈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卢婉婉。叔叔阿姨好，我叫卢婉婉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这孩子比他姨妈形容的还可爱。儿子，你以前不太爱说话，现在蛮健谈的嘛。我第一次听你夸人，我还以为你在学校是个不受人喜欢的人。没有没有，人初他很优秀，学校很多人都喜欢他，崇拜他。我有胃炎犯了。那我现在带你去医院，或者我去给你买药。明天得取消，不能去爬山了。哎，不用，我这是慢性阑尾炎，要手术才能根除。我是想跟你一起睡。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可别误会。我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，我刚刚听到一声很惨的尖叫声。我能不能在你这儿借宿一宿？我在那边打地铺，我发誓，我什么都会做的。You don't get to choose if you get hurt in this world, old man. But you do have some say in who hurts you.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交生的事情？要分开一年呢？难不成他喜欢上异地恋的感觉了，所以觉得问题不大？可我不行啊，我不要云恋爱。把手给我。是不是我独立女性的人设太强了，让他觉得我在乎这些？人家也想要天天秘密腻腻歪歪，他都不想跟我腻歪吗？小心。是不是累了？前有座小山峰，景色特别好，我们去看看，然后去找西雅他们会合。很信了，坚持一下。嗯，走吧。喜欢吗？这是我送你的礼物。挺特别的，就是照的我有点慌。事实上，我可以在光存在不存在的地方停止视野渗透。这个道理就像是白天我们看不见星星，只有等星星周围的光线弱下来，星星本身才会显露出来。同样，我看不到爱，尽管它存在限多并且永恒，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办法，把它装满这间屋子，然后送给你。不是一种电磁波，有它自己的波长，而绿光的波长正好是520纳米。520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！比克圣诞浪漫，真是惊心动魄。昨晚上我看见因为有我在，你睡得这么香，这么有安全感，我就知道，其实你心里还是一个小女孩，所以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。我想让你看到这一切，想让你知道，你就是这些光的中心。也是我中心，更是我终点。我看见了，你也是我的终点。二位姑娘，等候多时了，选一个吧。我喜欢蓝色。
啊，我得赶紧读本去啊。啊，悄悄骗我，我明明给你选了一个非常温馨的搞笑本。是我让顾乔安排的，我想给你个惊喜。今夜就请你做我的。走吧，我的新娘子。婉婉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做任务啊，我找线索呢，花轿偷了。没事，你新郎还在。那新郎还剩什么任务呢？还剩……和自己的新娘完成洞房仪式。这仪式流程还挺复杂。从理论上来说，我已经提前演了一遍，略微有些熟悉。行，那赶紧洞房去吧。啊，罗婉，这么着急的吗？别蒙着了，我有礼物给你。礼物？你偷剧本杀道具了？在一起吗？像个陨石戒指一样，几千年几万年一直在一起。我手术后，人初还是按照约定去交换学习了。我们像经历过生死的恋人一样看淡一切，只看重彼此。我们也像黄昏的恋人一样，足够了解和相信彼此。我们拉开距离，却并没有拉远彼此。好不容易的一次约会，让我们分外珍惜。我最近成绩不错哦。我下个月准备申报一个专利。不愧是你，下次有约会出来带出来看看。好，下个暑假。哇，真好美啊。这次没有孟宇阳，真的好美。我有个礼物给你。把手给我。你最近
看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，这么有少女心。打开看看。不是说丢了吗？我一直小心保管着，准备随时违约。刘婉婉，本人可以承担不小心爱上你的责任，并且承担一辈子。那这就不能叫做分文消除计划书了。叫做恋爱养成计划书。合作愉快，男朋友。合作愉快，女朋友。